師傅在這裡，你介紹一下怎樣去製造這個的光盒嗎？很複雜的，不可以三言兩語這樣說到。是啊，首先見到一條藍光，請問藍光是甚麼來的？藍光是 LED 燈啦。 LED 燈，那那些膠條是不是加力膠來的？其實不是膠條來的。不是膠條，是成塊過的。哦，成塊過的，一條這樣圍住那邊啊？不是圍的，成塊過來的，成塊成塊成塊一片這樣。是啊，是啊，一片黏膜。哇，那麼厲害的，那你裡面怎樣裝些 LED 燈啊？是中間開洞的嘛。哦，我們現在 close up 看看這個藍色的 LED 燈，開頭我還要是啲反光貼，原來是大有學問在裡面的。嗱，就是這樣的了，厲害啊。好，看回那兩個哈哈小公仔多麼襯他們。下面的木盒呢？下面的木盒又怎樣整的呢？下面的木盒就是那幾天買的那塊木板材料整的。我看到他加了腳仔在這裡，不過可惜現在比較難拍到一些了。是的，整個就是這樣。好，完結了。